你出声，出声！靠呀！我这世界上哪有人是这一模一样？哇，真正是消闲哎！嘿，你是复制人哦！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摆对你这种代志。但是你无赶时间，咱要坐落来饮一杯好吗？无啊！我今仔开车，我无饮酒。拄好，我嘛无饮，啊，若无你饮，我无饮，就真啊做死底啊！安尼啦，咱就点饮料，啊，再点心，啊，就好好讲者，你好无？哦，好啊！等，不是，这我嘛爱问清楚哦。啊，你车是你车，还是我车，还是咱伙上去的？既然是我邀请，当然嘛是我车。哇，那是安尼，当然嘛无问题。认真。我有讲甲陆前生沟通电话，听候准计参加联合企业国际沟通会议结束了后，我按算要向准计同齐飞一撮美国，头仔好好讨论伊向陆前的婚事。妈，我伫想是毋是等准计真正上班了后，咱再来讲伊的婚事啊？免哪用的，成家立业，成家立业。所以我是认为，应该把咱准备的婚事完成了后，那呢，伊才会当心稳定落来，专心拼事业。伊即马表现敢无稳定？妈，其实你放心，伊早就准备好啊，伊一定会当带领咱一片行向国际。阿姨，阿妈，对，听到未？哦，这阵啊，你阁真乖嘛，下班了后拢无咧占酒店嘛，才再回来。阿妈，我真正无像像可心讲安尼，才爱去酒店。我去酒店拢是几样事，你莫误会啦。是讲酒店迄款所在是非多，阁遮尔啊复杂着。要讲生理，敢需要一定爱去看所在。好啦，妈，我了解。后摆去还是要哈，我来接古早。对啊，春哥，敢无在公司？我拄只下班的时阵，无伫办公室看到伊呢。对耶，春哥，敢未阁骑重机出去啊？啊，这个囡仔，都甲伊讲，嘿，骑重机若发生交通事故吼，拢足严重的，叫伊莫骑，你拢讲袂听呢。妈，你别烦恼啦，伊一定会顺利啦。等下，哦，他的家庭真的是足复杂的。你拄则讲啥？你讲你迄个哥哥是收养的，是无？小妹是收养的，不过小爸的先生。哦，安尼啊，好啊，那恁爸拍足疼的吼。大伯说伊个性真尔倔强，恁爸日子无好过哦。我爸二十多年前为着要叫我妈。大伯说伊搬海失踪啊，一直找无伊啦。即卖是啥事实，我拢知啊。歹势歹势，我毋是刁哥，伊要提起恁爸，我真正知影你发生这个代志。了解啦，也是讲哦，你妈伊阿个说伊阿紧个啊，对无？啊，佮加上你连面都要结婚啊，所以这是喜事，你得欢迎才对。那当面阿里面闹面吵，根本就办丧事个。一段婚姻是我阿妈替我决定的，我对伊根本都无感情，我真正爱的人是别人，不过我甲伊根本就得袂到大家的祝福。哎呀，这足简单嘞啊！你有钱人好处理，你知无？你得恨老爸啊，先娶大某，啊，再来哦，娶你爱的人做生养，啊，你代志就解决啦，对无？就算对方答应，我嘛无可能安尼做。是讲了偏啊？你比老爸较巧，我呀，我这是我后来
逐天都看到迄两个查某为着我安尼冤家相骂，我若头壳摸咧烧，烦都烦死。没事，我无叫上来。这交代呀。对啊，不用照顾，你真正就无事诶，为明仔再开始哦。这段时间拢交你。哦 ，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人这就怎么没得处理啊？到边喏，今日买回就甲恁落去啊。啊，不要紧啦，为着我甲你想办法转去啊。啊，你着找代驾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是骑重机的，是免得找代驾。哦，你骑重机啊？哦。咱能参像你同款啊，有一台重机唔呐偌好啊，啊只是讲我连你身躯顶起遐皮衫我都买袂起，那有可能骑什么重机？我走较紧。哎呀，天公伯啊，真正是足无公平啊！你啊看，咱两个人哦，面拢洗作同款嘞，结果遐命运哦，煞完全无。恁应该还够真济你厝的故事要咪讲的吼？那有什么通好讲的？拄只了几句啊，就已经交代了啊。啊，若真正讲要补充的话，就是两字，无字。就是你囡仔愿意陪我讲这样子话，是我的心情已经好真多啊。好啦，来啦，啉一下啦。哎，是讲不要紧啦。以后你若是心情歹哦，你着找一面镜，我讲镜海内底哦，当作是我。啊，有啥物话你着做你讲，应该嘛是有这个效果才对啊，袂差偌济啊。我来试看卖，也是讲哦，拄只我那个听听的。其实啊，我感觉问题哦，就出在你家己的选择。因为你家己选择哦，要做一个乖囝、乖孙的啊，你是要乖啥？所以恁这有钱，就是头壳要想想济啊。我亲像我这艰苦人哦，逐工哦，你顾三顿，你卖母亲啊，哪有时间咧想下啊？你若是我，你就会知影，这世间有一件代志，不是用钱，有法度解决的。我知啦，钱不是万年，不过无钱万万不年。钱无法度解决所有代志，不过差不多所有代志拢是钱会当解决。哦。看看咱人生应该小换一下，才有法度体会对方的未来。哎，没，我只要亲像你安尼有一个重机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心情不好，迄重机起来出去拼车，我甚至后哦，一过来放手啊。那你即马在当试看嘛？我会配衫给你穿，重机给你骑，你去外口洗一下啊，看安尼你敢会满足？你是讲真啊，讲假啦？你别搞好笑嘞！当然嘛是真嘞。哦，安尼哦，无，要过去啊！既然我拢徛你个庄子啊，对无？啊，我诶，想啥，互你使，你嘛去洗一下啦。安尼你着知影，你诶生活过了偌舒适。不问嘞，放互你。想错了，你伫咧搞我看？无啦，我是咧看讲虽然拢实质一模一样，不过也是有无同款的所在。